菲亚又来给大家更新完整版的减肥视频啦，一组完整版的卷腹动作，大家跟着文雅动起来吧。来，双手上举，准备进行我们的第一组动作，卷腹。收紧我们的腹部，用我们的腹部、胯骨以及臀部用力。换我们下一个动作，单臂。努力的活着，这杯陈年的酒温暖我。换另一边。江湖的恩怨，管它是风还是电，一起爬过山，趟过河。准备，双臂同时向上。我怕什么，准备换下一个动作。这就这么喝，我们是什么，世界那么大，有你更好。帮我喊一下。这就这么喝，我们是什么，家长来打孩子帮忙，暖在心头。放松，摆胯放松，调整呼吸，鼻吸口呼。好，准备第二遍，走。是风还是电，一起爬过山，趟过河。好，换单臂，加油。有过迷茫，注意调整好呼吸，鼻吸口呼。这杯酒我怕什么，准备换另一边。这酒怎么喝，我们是什么，准备，继续。我们是什么？世界那么大，有你真好。好，准备下一个，双手并向下。我们是什么？兄弟这杯酒暖在心头。继续换。
进行传授。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，一瞬间发现人音乐有点长，一定要坚持哟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，还没腾出双手拥抱自己，时光静谧，就调整呼吸，匆忙不会换下一组动作，双手向上并开，甩掉我们的粗手臂。转眼之间就好了，不会换下一组动作，双手呈山字形左右摆动，打开胸腔，改善肩宽肉厚，加油，调整呼吸，一个吸气，嘴巴准备换下一个动作，伸展运动，这个动作可以拉伸我们手臂的肌肉。来吧，踮脚尖。踮脚的动作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，加速我们的气血循环，同时可以改善我们的手脚不协调以及手脚冰凉的情况，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。每次都想同时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，但是见面自己却缴械投降，因为爱你赶走亚健康，再多压力都无法阻挡，疏通腋下淋巴排毒，加速身体的代谢，配合双腿一左一右进行弹跳。不然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懵懂无知的注意调整好我们的呼吸，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。还没腾出双手。
动作，双手臂向上对拍，甩掉我们的左手臂。音乐有点长，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整呼吸哦，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跟着文雅一起来，加油。怎么刚刚懂得是全部经用，怎么转眼之间就好了。好，准备换我们的下一个动作，双手臂呈山字形左右摆动，打开胸腔，改善肩宽肉厚。坚持下去的你一定可以变瘦变美，加油。坚持住，准备换我们的下一个动作，伸展运动，调整好我们的呼吸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加油。准备换我们的下一个动作，开合跳。开合跳的时候，前脚掌着地，双手向上对拍，抱汗全身，注意调整我们的呼吸，鼻吸口出，一定要坚持下去哦。准备换我们的下一个动作，双手臂向前对拍，坚持下去的你最美哦，加油。调整好呼吸，鼻吸口出，准备换我们的最后一个动作，双手臂搭肩，肉和露露一起动起来吧。两手叉腰，左右膝盖来回扭动，手臂跟着膝盖的力量来回扭动。呼吸，这个动作可以减轻我们的副乳，这个动作呢可以改善我们的肩宽肉厚。
结束了，你要坚持到最后。形体变美，小甩肉健身的朋友们，记着每天早上8点半、晚上7点半2场运动直播，欢迎你和我一起暴汗变美。如果没有完整时间的朋友们，那么请收藏花姐的完整版视频，记住在视频底下打卡暴汗，加油！Thank you.
心中的你感